三、二、一。拍照片很开心，教摄影也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，更多的是觉得自己可以参加到大家的灵感中来，这种参与感有时候让我觉得自己是大家成长道路上的一个 NPC。 收集大家作品的时候，是真的没想到大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甚至让我也觉得很羡慕。大家在进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一直也在做着改变，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点评都是比较含蓄的，现在我觉得我们对问题的批评就比较一针见血了。比如说最早我们也不会去讲如何运营自己的生意，现在我们谈梦想也谈吃饭。不过最重要的变化是我们这一次改变了核心知识的教授方式，我们首次在课程中融入了第一视角，让大家能更深入地体验我们拍摄的过程，知道举起相机的时候到底应该看在哪里，应该想什么，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理论是如何在实践中被运用出来的。这种身临其境的方式肯定可以学得更快，因为你可以看到规范的拍摄流程，也能学到临场的应变技巧。所以我们对这次的课程还是有比较高的期望的，可能明年的时候又能看到大家的优秀作品了。